客美食。今天一凡来到林口文化公园夜市的 J07 单位，相传这个芋头酥啊，它的里面的内馅都会在舌洞里面跳舞哦，到底有多么奇特呢？我们一同来去瞧瞧吧。哎，原来我们听小蜜也已经成为客人在点餐了。哎，我看它的价格。哇，老板，我看到这个油这么清澈是为什么啊？当然啦，因为我们很龟毛啊，所以我们的油是每天换一桶，而且是用台糖的。哇，每天都换一桶哎！哇，而且我们有刚刚有说到啊，里面内馅都会跳舞。对，没错。到底里面是包藏什么样子的料理？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。这个别人一包200多，我们一包要600。哎，这个是进口的，真材实料。所以老板是下重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真材实料。好了，老板娘，其实我说这么多，我好想要赶快试吃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迫不及待了，我们赶快先来吃吧。当然也要邀请我们几个好朋友、好同学一起来吃，一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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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。哇！老板请客，老板请客。来，下重本哎，来大家一起拿，同学们稍后再。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可以，好香酥哦！好，除了我们的拔丝芋头酥之外呢，哇，同学们都不亦乐乎，太好吃了，而且热腾腾的。除了我们这个拔丝的芋头酥，还有什么啊？我们还有原味，还有蛋黄肉松。那我们的原味是买那个大甲芋头，大甲芋头，它的芋头心，那头跟尾我们都不要。回来的时候削完了，然后蒸完了，打完泥，放到凉药8个小时。哇，整个制作过程8个小时，而且我头尾都不要，我只要中段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的芋头呢，一斤是120。哇，这么贵、啊。对，我们是真材实料，没有加粉的。外面的粉呢，一斤是加12块或是15块，我们是一斤120。所以我们的芋头呢，别人一吃就中了。因为这个芋头真的很香，完全都不是什么鲜料还是什么的味道，也没有太白粉的味道，它完完全全里面只有芋头哎。对，我们只有芋头。而且，老板，我有特别看了一下，我们的蛋黄好像不太一样，好像不是原本的鸡蛋，是鸭蛋。没有，我们这是鸭蛋，我们这个是嘉义的那个养鸭农场直接送上来的。所以你看我这边有2个颜色。一个是橘色的，一个是金黄色。橘色就是我们上来的时候就是在退冰，所以你现在看到旁边还有一边边的橘色，就是还在退冰。那整个变成金黄色就是退冰完毕了。而且啊，对，老板娘刚刚有讲那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就是我们的食材啊都是原产地直接自送，我们不经过中间的一些中盘上。没有，我们因为大盘跟中盘就会剥削掉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了。真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卖这个古早味纯手工，就是吃的比较扎实，而且我们自己也很龟毛，要求的品质就是要第一。而且讲说一句很实在的我们有发现油这么干净，再加上我们的食材这么新鲜，所以你来这里不是因为它在夜市，但是因为它的东西都非常的干净新鲜，食安问题很重要，我们大家都严格的把关，从夜市做起，对不对？老板娘怎么会想要做这个古早味芋头酥？因为我表姐很爱吃这个，真的。所以我们去买的时候就是吃的口感不是很 OK， 所以我们觉得说自己做，让好吃的东西让大家一起来品尝，一起来享用，好朋友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。哇，在冒烟哦，蛋黄肉松我们要来看一下蛋黄好不好？很烫哦。哇，好，赶快吃一下。浓浓的芋头香，加上我最爱的肉松，是哈、老板娘，这个肉松太好吃了。好，我们的肉松也是到工厂直接拿的，所以他们就是直接进到我们这边，也没有经过大盘，也没有经过小盘。对，替小米生气了啦，都不给他吃。对啊，好香哦。来啦，没关系的，吃吃看呐。有有有，试试看。老板这个，可以。我们还有原味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家的原味是冠军的第一名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？试试看原味哈。市山区呢，外面非常非常的酥，
那里面非常非常的绵。好，先放这里一下下。哇，我们的原味里面满满的，一定都是芋头，来试试看。哇，非常的扎实，而且还在冒烟。我看到好多芋头哦。Yeah, 我们这个都是现炸的，所以没有所谓的炸起来再回锅，没有这样子。所以真材实料，非常客人要才炸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好浓郁哦，弟兄们一定要来试试看。对，其实啊，我们的芋头酥要做到这么的扎实，而且这么的原味，真的非常厉害。老板娘太棒了，而且我们的食材啊。真材实料，原产地自送。如果你想要吃，请记得到林口文化公园夜市的 J07 摊位。对，谢谢老板娘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很好吃，谢谢，而且。